我是2岁半的小赛罗，爸爸妈妈都不在我身边，我只能一个人玩。这是我老爸赛文留给我的玩偶，他说只要我想他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。这个盒子像不像金谷桥吗？难道金谷桥就是我的妈妈吗？没有人知道，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没有陪伴在你身边，你会不会感到害怕呢？我也很害怕孤单，但我是个奥特曼，我必须学会坚强和勇敢。每个漆黑的夜晚，我都很想念我的爸爸妈妈。每当我望向天上的月亮，仿佛就能看到爸爸的身影。可是陪在我身边的只有这只玩偶，我的爸爸去打怪兽了，他是奥特大英雄，我真的希望他能快点回到我身边，像从前一样再抱抱我。时隔多年之后，老爸赛文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，我长大了，他却老了很多，他不用再去打怪兽了。我们一起住在海边的小木屋，他每天都在家给我做很多好吃的，这一刻我感受到了满满的父爱。老爸还很有耐心地教我学习骑自行车，又教我练习怎样打怪兽，希望我也能变得像他一样强大。可是我依然不知道我的妈妈到底在哪里，她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和爸爸的身边。今晚的月亮很圆，我很想对我的妈妈说一声，妈妈，我真的好想念你，你到底在哪？你听得见吗？